这里是一个神奇的皇宫，皇宫里住的都是法力高强的天使，皇宫里的神仙不可以去人类世界的，一旦有人违反规定私自去人类世界，那他将会被女皇变为一朵花，被抛弃在大自然，因此很多神仙都不敢违反该规定。这便是皇宫通往人类世界的大门。为了阻止想要离开皇宫的仙子，皇后娘娘派黑猫之神在此把守着。老黑，你一定要好好看守，不能让任何一位仙子去人类世界。女皇大人微臣一定严加看守，绝不放走一只蚂蚁。哈哈，姐姐们好好玩啊，就跟飞起来一样。香菱，你小心点。没事的，香菜姐姐。哈哈，你们来抓我啊？抓不到，抓不到。不玩了，一点都不好玩，每天都玩这个，我都玩腻了。哎呀，玲玲妹妹，别抱怨啊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我们又不可以去人类世界。人类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？好想去看看。妹妹，你别想了，母后早就下了命令，任何仙子都不可以去人类世界，而且听说人类世界是很邪恶的。那我们可以偷偷的去，再偷偷的回来不就好了吗？哼，玲玲，你要是敢去，我就去禀告母后。玲玲，我也不敢去，让母后知道的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。好吧，这个以后再说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哎呀，真的好想去人类世界啊。人类世界真有母后说的那么可怕吗？猫神一直在那把守着，我该怎么出去呢？哈哈，我想到办法了，看我的魔法大变烧鸡。我怎么闻到了我最爱的烧鸡味道啊？那不是我最爱吃的烧鸡吗？是谁这么好心放在这里？肯定是看我在这看守太辛苦了，才送来犒劳我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就是现在，好激动，我终于出来了，人类世界我来了。这里就是人类世界啊，真的好繁华，这里应该有好多有趣的地方，这段时间应该够我玩了。还是小心点，到了人类世界不能暴露我的身份，还是把翅膀隐藏起来吧。好了，走着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跑得好快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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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这里真好玩，而且可比宫殿大多了。那边是干什么的？赶紧去看看。哇，好多好吃的，味道闻着好香啊，还有烤香肠。这个是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，过去看看。羊肉串，好吃的羊肉串。来，小姑娘，来份尝尝吧。好呀好呀，我要吃这个，太好吃了。哎，小姑娘，还没给钱呢。什么钱？我想问问什么是钱呀？我没有钱呢。什么少给我装蒜，赶紧把钱拿出来，想在我这里吃霸王餐门都没有。哎呀，大哥你别追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呀。哪有人不知道钱是什么？看你穿得这么漂亮，没想到是个无赖，你给我站住。大哥你别追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钱是什么，我真的没有这东西啊。行，小丫头算你狠，没有好处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母后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。定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动不起来了？大哥你也真是的，我都说了我没钱还一直追我。你先在这里定着吧，我的法术到一定时间会解除的。这是什么地方呀？这么多人，前面好像有好多好玩的，嘿嘿，过去看看。应该就是他了。这位小姐，刚才我接到报案，说你吃羊肉串不给钱，请跟我走一趟吧。什么？怎么又是钱啊？母后不好了，母后出大事了，母后不好了。
妹妹不见了，她那天说要去人类世界，她肯定是去人类世界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的小女儿怎么会跑去人类世界？母后你先别着急，也许玲玲妹妹只是一时贪玩，才会在人类世界多逗留了一些时间，说不定过几日就回来了。话虽这么说，但她毕竟是天使，她的法术可千万不能乱用啊。我先施法去消她法术吧。香菜，我现在命你去把你妹妹找回来。是香菜遵命。这位小姐还愣着干什么情啊？我不跟你们走，你们再过来，本公主就跟你们不客气了。哟，小姑娘，个不高，脾气倒不行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不客气的。给老娘变成猪，变成猪，变成猪，变变变，怎么回事？我的魔法呢？变成牛，变成猫，变变变。我靠，咋回事？我的魔法怎么失灵了？你这小姑娘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放我出去啊！快放本公主出去！你们这群凡人，竟敢这样对本公主！这位小姐，请稍安勿躁，等我们找到了你的亲人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我要把你们变成猫，去我宫殿看大门。我刚来人类世界，我还没玩够呢。我不要待在这个破地方，我要出去玩。怎么样，找到他的亲人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不过告示已经发出去了，他怎么有幻想症似的，把自己幻想成神仙，还相信自己有法力。我就是神仙，我是天使，快放本公主出去，我就是有法力，你们都变成牛，你们等着，等我恢复法力把你们都变成羊。我太难了。